Hello，我看一下 iPhone 12 Pro Max。我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外观吧。今天更换的，拿起来看一下，直角的，是蓝色的。我还是觉得这个边框感觉，因为做薄了，然后跟那个旧款的比，直角。看一下，然后背后的镜头模组，雾变的，三个镜头。OK， 这是12的，有点。瑞士，然后这只是iPhone 12 mini 的， okay, 看一下多小只，这只蛮轻的，蛮轻的，荧幕亮度没有很亮。屏幕亮度没有很亮，缩小版，一手能掌握。看什么照片？我看一下照片吧。果然是一手能掌握。里面也没有照片，完全是新机的感觉。OK， 换转到后边看来，这次是黑色。很轻啊，轻到没有感觉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手感还不是很好，我比较喜欢圆的感觉。感觉边框真的很轻啊，因为再加这个下去，就算好轻好轻的。屏幕亮度真的是差好多了，像我更新到 iOS 那个14.2了，这些我都有了。其实差异不大，我的 TSMS 继续用吧。OK， 来，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